稀薄的空气，圣洁的雪山。妈，我来看你了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你知道吗，我爸要结婚了。我知道我不该反对，就是接受不了。你能理解我的感受吗？妈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喂，队长，遇难者失去生命体征，时间10:53:27，扩大搜索区域，看还有没有其他遇险者。明白，全体注意。雷国，你带领一分队清理现场，收集遇难者物品。是。大海，走。你带领二分队扩大搜索区域，在 H137到H138区域看看有没有其他遇难者。是。行动。怎么样？遇难人员已经死亡了，队长指示绝不可能再次发生。为安全起见，请医疗小组迅速撤离。遇难者遗体由我们负责，送往军区左医院。多谢队长，你们先撤离，我上去看看。江医生，已经再次病例了，情况很危险。我是医生，应该在现场。江医生，带我上去。执行命令。是。第二次水崩了，咱必须马上走。把包给我。这怎么回事？不怪他，是我要上来的。别，马上就要雪崩了，他已经失去生命体征20分钟了。是否死亡应该由医生说了算。他已经死了，圆圆。圆圆，不能简单以心跳停止来判断死亡，他还没有完全失去体温。我命令你赶紧离开。圆圆，生命只有一次。你也是。求求你，让我再试试。赶紧撤离。是。那你们呢？执行命令。是。尽力了，我们都尽力了。你还好吗？圆圆，情况怎么样？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不过还在深度昏迷中。好，要全力以赴，有情况跟我汇报。好，妈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大叔，我求你别唱了，头都快给我唱炸了。姑娘，第一次上高原吗？很正常，刚上来都有反应。来，吃两瓶这个药吧，很快就会好的。大侠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？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怎么离拉萨700多公里远？我还说给你个惊喜呢，都从哥佛飞回来了。700多公里？那他一定是去珠峰了吧？珠峰？哎，大叔，咱们现在目的地改了 ，Mount Everest。珠峰，哎，怎么停了？我说姑娘，你听说过开出租车去珠峰的吗？下车，下车。哼，脑缺氧过头了吧？都什么人啊？要你自己留着吃吧。哼。你就后悔吧，你就后悔没参加我这次西藏寻真爱之旅吧。哎，就高原这地方，美女比那牦牛的毛都多，你就后悔吧。嘿，你还别不信，这酒吧里边7个妞往我怀里边扎，吹吧你就。嘿，你发个图来看看，怎么着？
下车。我不是坏人啊，你可别想错了，我不是坏人。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走，多危险啊，是吧？上车，上车。这样，这样，你想去哪儿咱就去哪儿，你想去哪儿啊？啊？Mount Everest. 珠峰。OK OK, 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. 你是不是 ABC 啊？从美国回来的啊？哎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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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说话了，别说话，我自己想，我自己想，我自己想。行了行了行了。法国，一股拉菲的味道，我猜对不对啊？对不对 ？Hey.Said a lot. Do you head out of oxygen? Vivian, 你真的一点中文都不会说吗 ？So what? Like we have anything to talk about? My name is Char. What's your name? Sorry, sorry, sorry. 我知道你叫什么 ，Vivian. Vivian. 哎，对了，你看过那什么电影吗？那个《飞屋环游记》。不瞒你说，我看一遍我哭一遍，太感人了那片子。那你英文叫，我想想啊，我叫飞屋。Up。对 ，Up。哎呦，我发现你特别了解我，特别懂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噔噔噔噔，哈哈，这里边全是氧气，你吸了就好了啊。Come on, I can't stand anymore. Got a knife? 你不用跟我客气，你别跟我，真的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来，吸吧。江医生，你看，我觉着他好像在国外上学，赶紧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联系到他的家人。电话，您看看，这么多未接来电啊！喂，请问你认识荣宁吗？认识啊，我当然认识。怎么荣宁的手机在你手上？我是西藏军区总医院的江医生，荣宁在雪崩中遇险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别急，他已经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。请问？你是他的朋友还是家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那麻烦你尽快联系一下他的家人，来军区总医院协助处理伤者的相关事宜。谢谢。好好，我现在就在拉萨呢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哎，去军区总医院，你快点啊！法国妞啊，荣宁，胡思荣宁，胡思荣宁。He's my boyfriend, understand? Boyfriend, 啊，男朋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咱们继续去珠峰，啊。Let's go. 珠峰就在前方。哎，你这车挺高级的啊。必须的。要不让我开开？你开这么半天，肯定也累了。那不行，放心吧你，我有驾照，好不好嘛？好不好吧？你再求我一次，求求你啦！你开吧。Yes。找谁啊？我找荣宁。外边等，这是重症监护室，不能进的。我是他女朋友，是你们通知我的，一个姓江的。你是找我吗？我是江媛媛。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已经脱离危险期，正在接受观察。那我想见见他，
你先跟普护士去清理一下他的物品吧。我就看他一眼，他在接受观察，不能被打扰。你就不能帮帮我吗？我行了行了，别多说了，赶紧跟我走吧。干什么呀？ I have to see him right now。 哎，警察叔，就是他，他把我车抢了。什么车案？你们小孩子过家家呢？这案是你想报就报，想撤就撤。不是警察叔叔，我没想到这事儿那么严重，我就想吓唬吓唬他，让他跟我认错。警察叔叔，我求你了，他这样这辈子都恨我，我这辈子就完了。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？他是我女朋友。他男朋友好像不是你吧？那是他前男友，得绝症了，要死了，想跟他见最后一面。我不是怕他俩见最后一面这出点什么事儿。咦，我说你这小伙子挺大的个子，心眼怎么这么小啊？对对对对，您说的对，我太错了，我这人啊自私，我狭隘，我没人性啊。那您就原谅我这个迷途知返的回头浪子吧，这不符合规定。你啊，还是明天早上再来吧。叔叔，他这人性子急，你说他真一冲动做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不给你们添麻烦？话怎么这么多？信不信我把你也关起来？好啊，你正好给我跟他关一屋最好了。不走是吧？今天晚上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那待着啊！太信任了，哎呦，对对对，你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小子真是多奇葩。圆圆，哎妈，那我先休息了。好，好，你来了，怎么样？跟我一起回家呗？哎呀，今天我回不去了，那个男孩还在昏迷中，我想再观察一晚上，而且明天一早我要去趟牧区。你自己已经安排巡诊了。嗯，牧区那边发现了几个疑似高原心脏病的患者，我想去看看。你爸爸给你做了好多好吃的，你也不回去吃。你跟他说不许喝酒。我看看这个男孩的病历。好。嘿，老婆子回来了，来洗洗手吃饭。哎，丫头呢？还在医院呢。我刚抢救完病人又加班，不孩子累死啊。别说，丫头现在干的不错，跟你当年一样。你怎么今天有点精神恍惚啊？你知道圆圆在雪地里救的人是谁吗？救的谁啊？宁小溪的儿子。宁小溪的儿子？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抢救过来了，不过很危险。现在终于稳定了。看来小溪真是在天有灵啊。
丫头知道这些事儿吗？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呢。咱们姑娘今天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医，跟宁小溪是分不开的。多亏了小溪，要不然你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和儿媳呢？是啊，要不你怎么成天叨叨就是抽他们的婚事呢？那。 你不想抱孙子？我当然想了，我怎么不想？我太想了。就是嘛。可是你说，袁野他想吗？不行啊，我给这小子下军令状。首长，又要给谁下军令状？<笑>还有谁呀？你呗。哟，首长，我工作哪儿又让您不满意了？您说，工作没问题，生活上我很不满意。哎，首长。 个人问题，个人解决，你不在下军令状了啊。那好吧，那就不谈个人问题。嗯，那什么那个，嗯，你知道你救的是什么人吗？他是宁小溪的儿子，啊，小溪阿姨的儿子。嗯，Rh 阴性 AB 型血，非常的稀少，而且又是性荣。 微微安，好，坐坐。<笑>你有远点。你不知道，我为了让你出去，我费了多大劲。嗯，嘴皮子都磨破了。嗯。哎，咱先吃点东西垫垫底儿，咱呀先委屈委屈。明天出去，我绝对请你海搓一顿。噔噔噔噔，吃点吧，大小姐。高原晚上冷，你扛不住。吃点。嗯。噔噔噔噔。 这事儿啊，你也不能全赖我。你说咱们刚开始都说好了要去珠峰，你说咱们都出发了要，你突然跟我说要掉头回去，这不泼我冷水呢吗？当时我要答应了，那我不就太菜了？你不菜，你混蛋，你趁人之危灭绝人的刽子手！不是，我才不至于。你就是，你诬陷我。我错了，我这人狭隘、自私，我没人性，卑鄙，卑鄙。不过我也将功补过了呀。 对不对？你就原谅我吧，啊！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没门！由于今天江媛媛同志的勇敢表现，咱们今天创造了一个奇迹。你这真是在表扬我吗？至少得记嘉奖一次啊！有这么夸张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今天救的那个男孩的母亲。 军区总医院，你都已经昏迷一天一夜了，刚醒，说话慢一点，少用力气。我说你也真是的，一个人上雪山干什么去了？
哟，想起来了。江医生在吗？他巡诊去了。什么时候来？这个没准儿，怎么着也得一个星期吧。你说你们这帮人真够闹腾的，特别是你那个什么女朋友，我的个天，昨天就差点没把医院给拆了。女朋友？好像是叫左左。他怎么来了？人呢？让警察给带走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走，咱吃饭去吧。不去。昨儿不是说好的了吗？谁跟你说好了？自己去吧。哎，就去吧。你说昨儿都动一宿了，这饭也没吃好，去吧。你烦不烦啊？别这样，我是为你好。我再给你说一遍，我不去。哎哎，那这样，我送你去。不用。你打不着车呀？要你管，我自己走路。嗨，你不是着急找那姓荣的吗？啊，你自己走得多远啊？哼，电话就用一下。嗯，给。哎，谁啊？老豆。宝贝女儿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哭啊！你哭什么呀？你怎么了你啊？哎，不能走了，谁欺负他了？你别吵，别吵，你让女儿把话说清楚。宝贝女儿，你别哭了，你哭的老爸心都碎了。你这是在哪儿啊？我在拉萨。什么？拉萨？你去拉萨干什么去了？不是不是，哎，荣宁出事儿了。荣宁出事儿了？我，给我。哎，宝贝女儿，你跟妈妈说，哎，荣宁到底出什么事了？荣宁。到雪崩了，雪崩！谢谢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的医学研究中心会和全球医生组织继续保持深度的合作，我们会开发和研究更加尖端的医疗产品。喂，老左，用于在临床实验。我在开会呢。去年龙年出事儿，我去欧美参加学术交流。我知道，发现他们的临床实验已经都非常的成功，借由他们成功的案例，再加上我们自己，怎么样？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谢谢你啊，周副院长。你应该叫我周阿姨。你不记得了？你小的时候啊，你妈妈每次出诊都把你交给我，一天一块大白兔奶糖。我想起来了，表现好了奖励一颗。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就是在这个医院出生的。真的？是我为你接生。这一眨眼功夫都长成大小伙子了，还这么帅。你妈妈要是在的话，她看到你该有多开心。可惜她已经走了。是啊，很可惜。我记得那天她出诊，她还跟我说她要去上海看你。真没想到大雪把那条路整整给淹埋了，搜救了整整三天三夜啊。荣宁啊，上天把你妈妈留在了那片雪山，你妈妈在天有灵啊，所以才能保佑你起死回生。谢谢你啊，周阿姨。你爸爸知道你出事了吗？我不想让他知道。为什么？他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这会影响他。他要结婚了？和他的助手。你不喜欢他？谈不上，他很优秀，年轻，对我爸爸也很好，他们在一起很多年了，我可以接受他是我爸爸的情人，但我接受不了他是我妈妈。孩子，你妈妈都走了十几年了，你爸爸一个人也不容易，你要学会理解他。好了，你终于醒过来了。
少说话，多休息，早日康复。谢谢你，周阿姨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地下洞什么呢？找什么呢？天珠，我的天珠不见了。什么天珠？我妈留给我的天珠，你快帮我再找找。没有没有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再好好想想，到底落哪儿了？一定在雪山。啊？哎哎哎！你别动，哪儿都不许去。就你这身体状况，还想上雪山啊？没戏。第一次去高原，注意身体。下了飞机就吃药。我这两天不在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这两天的工作已经安排好发到你邮箱了，我会尽快把荣宁带回来。荣宁这孩子脾气倔，得小心处理啊。我有分寸。看了吗？没有啊，我得先到您这儿来报个到啊。院长，不好了不好了！怎么了？荣宁不见了。怎么回事？我刚才去查房的时候，看见他往大门口走，然后我就追上去了。等我追到门口的时候，人就不见了。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吗？没有啊，就说是丢了个什么天珠，让我在病房里给他找了老半天也没找着，后来自己又说可能掉雪山上了。啊，他不会去雪山了吧？那怎么行？他还没好呢。袁爷，你赶紧把他找回来。妈，你别急，我一定把他找回来。哎，我是袁爷，给我查一下前天出事的雪山通向火车道。就算。队长，队长，查过了，只有林小雪没有来撞。对不起，你是雪鹰大队的袁野。雪崩现场，我跟江医生在一起。啊，想起来了，谢谢你啊。找我什么事吗？你周阿姨让我带你回去。对不起，我得去趟雪山，我有东西丢在那儿了。你现在的身体情况根本上不了山。别劝我，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，那是我妈留给我的。你妈更希望你活着。丢的东西，我帮你找回来。相信我，我比你更了解雪山。
你是荣之月的学生？是的，现在是他的助手。我叫缇娜，你也可以叫我汤娜。周副院长，这次荣莹的事儿真是麻烦你们了。啊，谈不上麻烦，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。荣教授期望我能够尽快的把荣莹给接回去，他很担心儿子。可是这孩子刚醒啊，这几天应该留院观察一下，况且路途遥远，万一出意外呢？您放心，这个我们考虑到，也已经安排好了，请您理解一个父亲的爱子之心。那好吧，我尽快安排荣宁出院。周副院长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吧。我临出来的时候，荣教授特意吩咐我，让我这次带回荣宁的病历和出生档案。您看，病历是可以的，但是出生档案，我们医院好像没有这个规定和惯例呀。我们想这样做，也是希望荣宁不再受到意外的伤害。从小到大，荣宁所有的就医都是在我们指定的医疗机构里，包括他在歌福大学时候的医疗，都是由荣教授的同志亲自负责的。我能体谅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病历可以是唯一的原件，出生档案，我想还是由我们医院保留吧。你告诉荣教授，20年前我对小西是有承诺的，对荣宁我视如己出。荣宁，冯总，丽娜姐，还来啊？我得回酒店放行李啊，这不马上就赶过来了。荣宁怎么样？好点了没？啊，他已经好多了。丽娜姐，uncle 怎么没来啊？uncle 实在有事儿赶不过来。看你的精神面貌也好多了，你爸爸很着急，希望你能尽快回上海。不用了，我回歌府。亲爱的，你放心吧，复查没有什么问题，其他事我已经安排妥当了。他真的不回上海了？他的票已经定了，直飞香港，然后就转机回歌府。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？算了，他那个性格多说无益，先让他回美国吧，他会慢慢想明白的。那也好。干嘛不说话？你不高兴，我还不高兴呢。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，就是不回上海。我都跟缇娜姐说好了，到婚礼的时候会把手花抛给我的。怎么样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。差不多了。走吧，回上海。真的？送到这吧，周阿姨。孩子，你是在这儿生的，这儿就是你的家。我知道，周阿姨，谢谢您这么多天对我的照顾，我一定会回来看你。周副院长，再次表示感谢。好，一路平安。走了。好。请问你找周副院长有什么事吗？我要走了，想跟他告个别。哦，他这会儿开会去了，你先在这里啊，等他一会儿吧。啊，周宁，你是 O 型血，你记住 ，R 型血 ，AB 型血。进来，我们为什么？尽量别献血。干嘛呢？火急火燎的。
我说欧心雪，为什么病历上是 RH 阴性 AB 型？这得问你爸妈吧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。